看到这个场景，就是我又要来开箱我买的东西了。你为什么要一直买啦？因为会用到啊。你到底又买了什么？而且我觉得很厉害，我这次是买那个虾皮商城，那他就是都写说24小时会送到，他不到24小时就到了哎。为什么你有那么多钱可以买？因为我用到啊。可是我没有超过1000块。哦，我想说你都叫我要省一点的，要养鼠来宝，结果你就是要鼠来宝用的东西。哦，一箱湿纸巾。好，而且很可爱哦。来开箱，它是限定版的，可是我抱不起来。好，我抱。它是湿纸巾的，它是限定，而且是小熊维尼。为什么拖鞋？那拿去那个的啊、哦，你看。看不到前面，它这样子啊，对，好可爱哦！你看，它是小熊维尼限定版的湿纸巾，太大箱了吧？它里面好像16包吧？这么大哎！嗯，然后现在在特价，它有小熊维尼跟那个琪琪弟弟，然后可是小熊维尼比较便宜，好像1箱600多。可以打开看吗？可以啊。OK。好。看看到底怎么重哦。哎、欸，它真的蛮重的。然后我是买那个加厚型的，你知道我要买加厚吗？你之后帮它擦大便才会隔着塞。聪明呢。很可爱。还跟迪士尼。哇，好可爱哦。我看不到你的脸。你看，等一下哦，我先。好可爱哦，你看。太可爱了吧，这个。而且它是超纯水。真的。加厚型，就是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，也没有酒精。你不觉得用这个会觉得很疗愈吗？看的心情都好。对啊。用这个帮他擦屁屁。对。然后里面是73，70，因为就是最近不是迪士尼跟什么樱花季啊什么的，它这就是像樱花季的那种粉粉的，算是有点怜悯的概念，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哦，这个是用到的、啊，一定会用到，必用。哦，所以我们先买了一下。好哦。我没有乱花钱。嗯。对吧？是。你都买了一堆实用性的东西哈，嗯，然后你还买了一双拖鞋，那个好像你有跟我讨论，哎，这个好做，还是就先放这里，好，哎，哦，小心，然后我们一人一双蓝色跟粉色的拖鞋。对，然后这也是虾皮商城买的，就是虾皮自己的卖场。嗯哼，他也有卖拖鞋啊。对。啊，在我们去月子中心可以穿。而且你知道我好像晚上还是接近半夜下标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他隔天的大概7-8点就到货了，超快。你可能要试穿你的脚可不可以？我帮你买42到43的 size。好。哎呦，好像还不错哎。然后这边它怎么样？我穿看看，我穿看。我也要穿穿看。太小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太小了，整个塞进去呢。哦，啊，你有穿袜子，你把袜子拔掉应该就可以了。好啊，可以，应该可以的。你确定？对，软软的、啊，要撑出来，撑出来就可以了。还蛮舒服的。可是夏天穿这种拖鞋就有点热。这双好像119还多少吧？便宜啦，冬天应该蛮适合的。一男一女。对啊，刚刚好。嘿嘿。这个就是虾皮商城购物，可是你买的都蛮实用的啊，我觉得蛮 OK 的啊。所以你没有话讲了吧？
没话讲，我觉得这是用得到的东西，可以。这样买起来不到1000啊。那个600多，然后这个大概400。哦，一箱才600多。哦，啊，这个就要400块了。对。都可以用很久了。然后之后家里也可以穿。嗯，好哦，很棒。不然我们现在是穿卡比兽，然后那卡比兽是冬天那种很厚的那种。对。对吧？嗯，好 ，OK。有指滑吗？应该有啦。哎，有哎，还有指滑。嗯。好，开箱完毕。没了。没了啦。哎，真的哎。就这3样东西。哦，那还 OK 啦，没有想象中的好。拜拜。